里是超市三三频道，现在播出普遍集。正相同的东西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我们两个要学乐器，可是就会都想要学哪个乐器。比如说他一开始想学吉他，我就说我也想学吉他，可是爸爸一起学啊，家长的心态会觉得说，这样两个去学同样的东西，比较有点浪费这样子，应该多元发展。可是我们多元发展，对，我们一开始就很争的某，就是某样东西。那最后谁争到学吉他呢？最后哥哥学吉他，可是我学鼓。但是我们发现有另外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后来变得说可以是一个乐团这样子出去玩。哦，对，这样也不错。对对对，这也是好。不要重复嘛，不玩一样的东西啊，然后互相还可以在彼此学。像他读商科，我读工科，我们也可以交流一些在学校学到的心得。你们有互换去上课吗？我很想换到他的班级，因为他的班级只有三个男生，其他全部都女生。而我的班级里面只有三个女生，那就其他全部都是男生。好有趣哦，他们。其实我们原本也是读同一个科系，是后来我们也是决定说，另外一个去学别的东西，这样会比较好。他们都要完全越来越不一样。欣赏同一个人，互让对方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欣赏的是一样的人，就是比如对方。就是这个学长，就是这个很帅这样，然后后来就会让，不然你去好了。怎么样互让？怎么我我们都欣赏那个人啊，这样好，那我让你一个人去欣赏。好啦，我这个欣赏有什么好让？欣赏有什么好让的？就是如果你喜欢，那我让给你。就让了。举个例子，你们两个都喜欢 Jason， 然后你会发觉说妹妹也喜欢他，你就说那妹妹就让给你，对，爸就让给你啊，没关系。不要让。不要让，都来。那你们有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吗？应该有。就学长。学长。那是，这是其实我们，还蛮喜欢的，一起喜欢哎，就一起都很喜欢这样。互让对方，让了以后就让，就让给谁了？后来，有在一起吗？没有，就可能就是变成我告白，然后可是后来学长也知道，其实我们两个喜欢他。你们告白的方式是用说还是用写的？用说的，也写跟说都有。这个意思是讲电话吗？说比较快啊。我也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这样子吗？没那么快。不会那么直接吧？那都告白都怎么说？来，打个电话来，那个学长，准备。学长，来预备，谁？小雨，小雨。好。来预备，七，来。喂。喂，学长。你好，你是小西还是小雨？是小西耶，你知道吗？OK， 有什么事吗？就是我就是很喜欢你很久啊，然后在教室看到你，可是在教室都会看到你这样子，然后都会就是看你打篮球或怎样啊，然后很喜欢你，然后两个都很喜欢。你看到是 Jason， 我不打篮球，不是，然后你都呛名的哦，而且好，就直接讲说，他们讲的好清楚。我看你打篮球，看你在校园里面，然后看你跟同学怎么样，我都觉得你好帅，好喜欢你。直接这样讲，我真的直接打去跟他讲，就他就吓到。这个打电话跟打订披萨一样，他跟打去订披萨一样，真的这么直接，好棒哦！现在女生都这样子吗？是好的。芬芳二姐妹，没有，我们可能对自己比较没有，对啊，我们比较少主动，没有那么大胆，我们没有太多的自信的话。OK， 哇，他们那小西好妙哦。对，王一文，你以前会这样子吗？不会，少宇你会吗？你会啊。哦，你会哦，他不用说的，他用拖的，就这样拖了吗？你是怎么用方式？也是用讲的？来，赵云，快，学长，学长，来预备，起。喂，学长。喂，赵云啊。你最近有交女朋友吗？最近没有哎。是哦，那我觉得我蛮喜欢你的耶。都这样子哦。你讲好直白哎，我就是这么直接啊，那你会不会喜欢我？这是整人节目的电话吧？这是整人节目的电话。我觉得你要说出什么字？我觉得你是被红不让害的，对不对？你会让我说不出话。刚宇豪说你告诉我 key word 是什么？你要我说你神经病，还是要我说你对不起，还是要我说我爱你？我觉得我会这样子电话，但是如果你打给唐志忠的话，下场可能很惨。那你打什么？赵云。是。你找我吗？对啊，我找你啊。到底怎么了？没有，就想问你最近好不好啊？
还不错。感情还 OK 吗？讲重点。哦。你会喜欢我吗？哪方面喜欢？朋友吗？还是？男女朋友。你知道我已经结婚了吗？但是。但是什么？形容一下你怎么样喜欢我？我不想形容了，来。喂喂喂，他挂了。但是你很怕回答那是不是骗人？我是想要了解是朋友的还是哪一种的？你知道我结婚了吗？但是，我很怕他直接挂，你知道？先，所以有什么话讲清楚好。现在女生都是直接呛名的、哦。没有，就是当然是觉得对方对自己有一定的好感才敢这样，有点把握才会这样。对，哦、oh, no. ，有搞这个。我觉得今天做这个双胞胎太有趣了。但很多人都说双胞胎有心电感应，好，但是说的就是说的不准，我们要来考你们。双胞胎的心电感应有多准？广告过后马上回来。